家。你来自丰州的六甘，听你爱乡下旅行，白开木竹，打开耳光，用屁光三马身体老心，自由甘肃民间人事物。礼拜来都新做噶，所以我因为还没有领验嘛，种没有啊，就强一只天气啦。就讲其实当期待，因为新做对我来讲，就会讲又舒适又上分，又按那个机会做的很抗烟设计，去感受了到天气，了到地方又嘛个用那个产业有嘛个个年轻样板人生法咧，对了到天气发展出样板个酱个东西，样板个面好爱去当期待。今日行到俩刘太国家个工厂，行一批批一年，哇，非常吸引我个东西，都个木当太法族。还有一个把竹笋烘，竟然有一个复活岛跟石像啊，都摩爱。真的讲哇，那两种一种按东风的东西啊，那十二生肖地都给主位老给复活节岛给摩爱，不用穷哈。我本来知道讲哇，那边多带做嘛该个地方啊，那边多带有嘛该东西嘛该包做的也可能。刘太哥，嗨，阿毛行好，你到底做乜嘅啊？我都去挖个人工条咧，人工条，哎呦，按多呢？系哦，你喺乜人啊？你喺北港啊？喺北港，嘿，啊，你下都喺老去修船，修船，修船，我做在老去好一下嘛？我做在啦，分享啊，啊，落来。刘太哥，你下做乜嘅？我老公讲哦，你啲阿是。让我将人工条哈，那补改用来沿线啦，好木密线，啊个补改村，喂吗？好，两个喂。你是吃垮了哈。好。不然木密线个时间有冇注意嘛？其实冇啦，因为我哋哈，因为人工条哈已经改用来哈，全部讲来新了哈，还有两种来记个轮廓了哈，轮廓全部做到清浅当明显，也是你是照讲的，好。线呢挖落去，佮声音就会走出来。虽然讲挖土一种东西，天路也做得做，人工也做得做，我自家个感觉系安尼。就讲天路啊，佮发一千种面都会一千种强用个面，但系呢用手工挖出来，今日天时无好啦，今日落水啦，也爱讲今日出门之前，老爸爸妈妈应该也用白银，一定会影响到人个心情。做手工的东西就像修身养性啊，需要俺那个神，需要俺那个心格，也是讲需要自家个心。今日俺是一只懂好个心情，俺是懂点心个，给俺挖出来个东西就会传达俺用个力量来供应，也是天路来大量来复制，大量来打印做唔出来个东西，带用人个精神的力度。你阿只按你只房，你阿只东西，一般按你都当铺片的，只该按土地公啊。哦，八公。他就是土地公的化身啊。你阿东西都拿会用呢，你阿东西都讲的，一般印象哈，发挥，韩国了，中年节，韩国了，寒年节，啊，寒年节是
收东西该只时间哈，该打搅哈，打搅的时间哈，我用到了这个东西。几年了，我用到诶。还有几年了，我用到了这个东西，所以啊，难怪准备很多啊，在那边。你睇看安尼做的嘛？红酸两百分都得嘛？啊，两百分哦。啊。满分1000分还当200分。你啊，面积哈，将来八公的东西啊，没当难的，还有很难的啦。你看讲讲，哎呀，就底料你都看得到吗？那哪一家不用看了呀？啊，多了一家，好吧？哦，你要是浇面大师，哎，真的法拉比宝。哎呀，你要浇面大师，看到吗？点七星，哦，这叫点七星，七星，七个啊，北斗七星啊，要么点双一啊，点双一啊，它才有法力啊。鸡本性，哈，它是伊个种个观音大师的化身了哈。下来要镇压恶鬼的时候所以鸡哈很傲面的啦。普渡场的时候，那个像像在新埔移民庙、曼台移民庙，都在普渡的时间哈，普渡的时间，鸡会起出来，很该都恶鬼莫多作怪啊，莫多作乱，还去排队领东西、领饭、领吃啊，一起大锅饭排队领饭这样子，这样的意思啦。第二家。哦，旁边呢哈，给名为康元帅，他是西方的神。中国有五大元素，就是金木水火土哈。金木水火土哈，有这五大元素哈，分别代表东南西北中，哦，那每一个地方有它的颜色，东是青色，哦，西是白色，啊，南是红色，北边是黑色，中间是黄色。窗外头有七家做的个，反正战甲、战袍、风烟机，这鳌鱼啦哈，鳌鱼有很多种用途。哦，那我们也是把它打呆，打呆。康元帅，用双膝。哦，帽子。哦，羊毛哎。我们这个领巾再把它，哦，这领巾啊，再把它粘上去。他的领巾。对。这个大几多分？这个大205分。哦，205分，那及格。比我家阿爸家还高5分。系啊，好好好。今日啲刘太哥嘅工厂看到了条，做这个时间特别排料啊，嘅树饼做嘅对嘅啊，也系讲嘅啊炖嘅。哎，这是第一摆按群呢，按群去看到了条东西，就发现到老头牌的印象很有长诶，因为头牌就远远的看到，告诉的是整体的一种氛围。但是今日按群去看到张，知道讲哎，这东西其实给做工也懂，尤其懂多懂多的讲究的设计风，譬如讲也亮，加个做些黑皮来也是加用其用物嘅色彩。那条东西呢，我就发现到，就是讲暗色的地方，构成了我对俩头白感受到几只寒天做就一只都市也好，仲夏也好，就暗闹热的一种氛围，做唔得少嘅。我同来看我哋吼，新埔吼，你啊，你啊，见烟烟花灯的吼，小心抬车。按灯一下。你要小心抬车。太贵了，两张还卖给你。你两张哈，你两张独独会，你家西建哈，妈祖祭一些的那个两大将军。两大将军这么可爱。千里眼到顺风耳，那是 Q 版的啦。去过刘太哥家广场以后啊，看到人工的头，看到动到庙方的东西，还有看到法灯，不过啲。有睇过几片看到嘅花灯咧，都动态，上一班嘅时间做得看到嘅，我就想讲，你安尼嘅花灯一枪会有行开优秀嘅表现，故说呢，唐公的新作有一只师傅，有一只老师傅哦，几个波，故说一张人做得一成人做了，一件事情都伫做花灯，都在做嘛，用上动上去看。
傅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好漂亮的灯哦。啊。师傅，这些灯是你做的吗？啊，是是是是。一下诶，做东岸的木柱就会底部安尼不灵不灵安尼，光光的灯，一种是张一般的世界上做的看得到的这种发灯，就动有这种高级的感受。你要跟我做什么？我那时候，我的岁数过一口啊六百啦，啊，我现在跟伊无同款，现在是先做这个动物的药，主力先固身做起来，啊，现在个健康好，跟咱咱人，人咧做牛郎啊，你做就对了，牛郎啊嘛是先固身了，加做转起许卡咯、膝咯、底转咯。你嘛就甲伊做法同款。师傅，你的手实在是足紧的咧，我对你袂着。啊，阮刘妹，阮刘妹要做啥用着你？做去要熬啥就怎样？啊，你唔怎样了，你话个办？系啊。今面天天师傅合作一只小组的小组的嘅发展啦。开始的时间要先塌骨架，骨架是用较粗的沿线的，那不有包一层纸哦，较粗的沿线的，澳洲唔上啊个线，先做身体，头拿老身体强下就凹出个线，然后呢，要再骨做个网的去做个支撑，骨头个立体的身体上好以后呢，就要牵天线。啊，这功能这个哦。爱叫人家讲去拒绝，哦，安尼真难哦，而且这帮路哦，也先更的，嗯，哦，而且再更的，哦，还是嘛的，这样哦，就是无个阿路哦，阿较袂笑了嘛，也较袂哦，咱这平常些人就爱练。啊，天桥的呢，爱上好，爱变哪一只位数，爱哪一只方向。佮天桥变好以后啊，也用塔啊，塔上去以后呢，爱牵天线，爱牵天线呢，佮系用一种串接的方式牵好以后，将宝部位上去。啊，即马要过叶皮，叶皮，啊，地皮当然嘛是白的啊。有人嘛爱，啊，有人嘛爱啊，有滴，爱啦。所以是即块吗，师傅？啊！你过过些变变个许动物喏，第一条，你安想过了未？为只多先过。不过要注意哦，要肚子的提防险包，安尼免当宽下来，才会顺，才会正。肚子包好嘞，扎下来，迄个四只脚，四只脚包好，才会规只面啊、老背囊啊、顺风安尼面个片。安尼规只包好以后呢，梳面梳好，做一条个装饰的面当，像染个金色的边啊，本来那些竹子感觉东西气安尼，木竹花上去以后呢，那竹叶就好嘞。给添加下去个个一刹那，个瞬间，哇！这都那规条竹叶加个规张轮廓线加个形体，俺们发现到师傅给堆了通过。身体爱用版型上的，其实非常非常把握都非常好嘅。因为薄面嘅色组做好以后啊，那唔定嘅系一种饱满嘅种感受啊。啊，组嘅本来就会安尼皮鼓鼓嘅圆圆咧，就动定一下。我说，我有感受到师傅佢安尼佢阿生面里接下来嘅。加个木竹也好，加个树也好，加个木竹对东西的形体一定有懂好懂好的观察。用简单的眼线的，用简单的部位，简单的几只天球就做得变出一只栩栩如生的动物。也是懂神奇的事情，还知道、师傅真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陈太哥，系，叫我看到，哇，叫咩朋友买茶？风茶，风茶，系本地嘅风茶，还香哦。你系，诶，你两片太白是专门做风茶，两片，诶，北部竹东，诶，糯米，叫咩啦？来，陈太哥两片上海来，看一下书诶，唔养一下书诶，诶。该今日安尼是来体验一下，该来用办做该木汤匙。好啊，木汤匙。嘿，苏味汤匙。哎呀妈呀，苏味做。我要准备几只，该来快木来做。快木诶，个做出来应该冻香吼。快木香哦。苏味本来感觉，其实苏味吼，佮是老人当亲密的关系啦吼。他伊咩多了苏味，所以我又感觉讲了苏味个质感。因为本人一只心情，情好，因为像杀骨当冷，哦，补个好暖心，很舒服又舒服个感觉吼，因为只氛围，个氛围为本人安尼作为果香，舒服的个泡，其实前就个种疗愈感。你下吼，安尼先把个汤匙个形式，哦，先把河水来，哦是安尼个下讲个缺点个三个。你啊再吼，我看伊个白个鲜色吼，佮又个染笔。我想爱先立灯嘞，做灯模，你啊又，唔过你啊又较沉个。你啊可能你啊再会闪过。哦。闪过是等下安尼会做个鲜色是转弯啦。嘿。哦。也做得啦吼，然后佮会转弯。啊，转弯嘞是即你啊再去呢，看你讲白个通识个去呢吼，看伊个长型嘞。哦，也系好染的喎，哦。嗰阵我哋下爱花嘅时间，我就要先注意到那边我爱渗，吼，那边一个材料本身有乜嘅特性，系。你讲起来当神奇，因为特地材料嘅特性都冇强样，特地材料因为天然嘅树叶啊，佢可能有虫嘅出过，佢可能病久咧，佢会有失败的地方，佢会有一点腐朽啊。故说拿到材料的时间啦，我拿了堆材料老拿，那我一堆材料来做出来的同时的形，可能都会无强用。故说我今日发现那个时间啊，也一看哦，那边有别一条线的，故说我做同时就会散开几条线的，无讲个同时可能多个片就有别一条线的滴个别。你啊开始来记吼。昨天把它割了一次的，加个鲜的饭。范太公，俺这都俺看到铜瓷的形嘞，铜瓷的形都出来了呀，可惜。很久前到吼，恁等下了先用了吼，恁先体验下用纯粹自己用树皮吼，咱古的吼，恁咱买来先，恁看起来感觉用法，好啊。哇！咱传统都按你做的吼，头摆无计嘛，计电动的工具啊，都按你施工。你系用时间慢慢的按皮唔怕啦。是个体力活，要考验耐性啊。嗯，那我解释一下哈，要你量杯吼，量杯的时间做在用力来去挡一下哈。哦。都在用身体的，错，加力，你要做在用心啊。因为你这只鲜的吼，皆熟的发温吼，那你要慢慢开啦。你要倒个尽量爱向前面去，莫爱用为
降下舒服度或什么角角度力量的向前面。其实大多数的拿到舒服，你就会测到讲，哇，佮遐有神明个，佮自家本身就可能有佮想要变成某个东西，俩遐大量工业制作出来的东西所磨的。但大量生产的配方，其实是简化流程啊。当当因为感觉，因为佮量做动态，所以机长做得蛮好便宜。可是现在都爱看法是因为讲，佮因为佮量做动态，所以佮会做到当简单。讲当简单。简单到每来为实体当道，你本身两张家己的民族性也好，即文化性也好，是会变到某个张内容。唔系认为 anyway 做简单长简单，而是会做到个只平衡，个只挑拣性来相当长做得。某个话因为变到老年的东西某物个差片，你是会某特色来用。爱做的甘肃的多。翻泰国鸡有自家相爱的一种生发的味道，鸡也相爱透过家的作品，做的也好，等的也好，就留了一种生发的味道，传达本去接触到的银行也好，朋友也好，故说在这空间地度，你会感受到的是，那个主人啊，其实是一种大气的人，他做的东西全部都太白白了。哎，你好，请进。嗨，欢迎，哎，欢迎，请进。来，请进。今日去到王先生家的工作室地度啊，从他们起来就测到讲，哇，你阿边个氛围到，哎，头摆对霓虹的印象。多么强强啊！以前出到嘅就会做扛棒啊，顺风嘅线条啊，做嚟看到嘅感觉有一啲嘅疏离嘅种感受。但系今日他们去工作室嘅时间啊，系出到哇，系一枪来到同高级嘅一件霸地度。新竹呢个地方吼，一般是讲，安尼新竹又出个玻璃沙，所以新竹。透过洞洞跟做玻璃，玻璃又分空心的玻璃到实心的，就是实心玻璃跟空心玻璃的部分啊。啊，霓虹灯也算空心的部分哈。霓虹灯的部分是有新的东西来替代哈，就是有 LED 的取代哈。所以我就是慢慢是转型做比较小型的、比较室内的哈，就是创作型的东西这样子。老师，我来还有问题想要请教哦，因为我完全门外汉。你看霓虹家的原理是讲，内部是一层玻璃，啊底部嘞？底部是气体，然后就吸，一般来讲是吸有气体，就是氦、氖、氩、氪、氙、氡这几种气体，每一种气体都有它特别的颜色。老师，我来哈，我用板块是，先发土。然后看来做作用把它形而神发出来，好。好，本来王先生叫我还没讲，王先发土好嘞，你先发土可能想爱捏下捏捏玻璃罐，想爱留个凹洞把它形啊，可能爱本来就想讲无就因为爱好黄的啊、雕的啊，也是讲神的啊，还可能来把那个那个形。不过开始做之前啊，我就发现到。对了，材料应用扮演去把握去，公司菜我一点的把握都无，故说我就想讲，我刚做的来切做看啦，看佮指甲会变到乜嘅形，我就安尼做。一般我们这个玻璃在烧的时候，就是要360度要均匀的转。你看我的手就一直在平均的在转。
刚才那个上面那个形状，我们先把它做出来。这种感觉很奇怪，因为你知道说玻璃动眼嘛，玻璃动眼它可能变到那边它就脆脱了，但是呢它加热它做得变圆，不会切到说哦捏快要没办法掌握它，这时间你就做得拿起来就来让它变形，让它变成你想要给它版图也好，你想要给它弧线也好，这种感觉真是很爱金美英老先生说，老师爱称作董秋魔术师，爱在抓董秋的那种炼金术的那种感觉，因为爱的东西变圆了，圆的东西又一下的王先生说五秒钟，你就单枪五秒钟小捏的圆的，你就枪有五秒钟做的，然后它变形变成你想要的形，这种感受对我来说，董秋发现一条新的材料，新大陆，新的世界，因为捏材料是一从就看得到的，但是第一百本一定要书封，就董秋你做的顺眼的意思去变形，顺眼的意思去凹去去弯去，都神奇的一种感受。呀，按迄落结婷吼，呀，马甲色，哦，阿你啊，安那粉本一套，吼，马甲色，安尼你啊来，落去粉去落去裱落去，安尼，好吗？荧光粉，荧光粉，把它放进去，好。那这个是湖水蓝哈，它上面有写是湖水蓝的颜色哈。我喜欢这个。你喜欢这啊？你中意这色哈？哎，做这做两色啦哈。好。哦，要便宜色，要便宜色，做两色哈，还一种可能嘛。老师，你好，做乜嘅？电，交关电极。你用家嘅光线去，我自家嘅感觉系几下偏冷嘅感受。我出到洞窗，海底世界，亦系讲啲宇宙地图，因为我自家偏好科幻片嗰种。就当未来当科技感的这种氛围，然后你带一片南海一只世界，这个世界地图有就像的太空地图有当多想象不到这种东西会做出来用的。其实霓虹灯哦，不管你从个外形来看哦，也是个光线来讲哦，伊都是非常的迷人啦。伊假讲虽然看到伊的适当讲。但是佮伊讲系非常的温柔的，唔系讲像诶落一啲非常的灿烂吼，你看到看机会吼，甚至会有眼花的那种现象。那霓虹灯它的光是很自然的，所以我觉得，它各方面都使我着迷。去到关西的牛栏河，其实一只清水公园嘛，就讲一天的时间啦，可能做在老水东叠群，甚至做在名都水，做在这片高水。其实这片看得到两撮桥变到向下，它把下片的是旧的老的桥，它把上片的是新的桥，但是两撮桥看起来也个造型是上冲上冲。行啲大厦看得到也嘅建材，就看得到有一种新的老旧的这种材料木桩用这种对照，看得到时间对老桥面当的累积，看得到新的桥佢行起用新的材料，但是做得做出旧的螺丝这种美感，还做到也是一只洞搭得起看的地方。总团长，啊，米莎，走走。你没办法改。啊，你要做石头嘞。做石头啊，两石头。
啊加石嘞。也做得来看一下冇？做得啦，也也也搭讪就做得看，做得做。俺一个朋友曾老师，嗯，哎，俺从个这片地洞有滴做哈加石。哦，嘿啦，嘿啦。哎，你俩会做嘛个？做俩阿叔啊，把手啊。把手。哎呀。你阿叔自家学个吼？嘿啦。规矩。全部嘛自家做。全部自家做，从无到有。冇冇哪有那条东西？唐总，你会做下哈加石的石条？个条板啊，个胶啊，磨胶啊，自家是上条路啊。自家做个胶。系啊。还有矿工，冇冇因为第二样蛮做呢？哦，来修改东西，来修是胶来条嘞，来条来石皮石是做好好做石条嘞。哦，石皮石好做石条，这两是有好大前头。有啊，来石皮石。甲介介老照片，甲介蛋糕个啊，硬硬用技术都介蛋。啊，天生哦！那十六七七七八岁个哈。这这种是好大天的，我嘛个兵器都有好多吼。有有有有。哦。那恁有搞几家生意嘞？好大天头无？有啊。有啊。嗯。啊，生意有爱好冇？佮每本把纸喺外头讲，哎，我传传传传啊。跟某辈人那有可可能送了好了啊了，然后就是又又差不多了，是，是是做得够呢，唔像你啊，过少个啊，够够够够啊，都上过奖了去，还有有还个高奖高奖还很，哦还冇有团体。哎，你客家人啊，浅薄啦，还讲做蛮薄啦。伊讲你啊，自家嘅传统嘅东西，自家都唔会，唔会通晓。自家都到去看做咧毛马街啊，古说咧海呀毛古里后生人去学呀马街。不过对佮来讲呢，佮自家喺出到讲，你啊，头摆安尼流传下来嘅东西啊，佮有家嘅历史嘅一只天意，有一只历史嘅一只味嘅。最近比讲头摆呢，客家人嘅总头啊，双方可能要无强强嘅促权，啊，大家呢可能感情无安好，也系讲头摆嘅生活较艰苦，故说资源也无按充足，故说大家就尝试就哦，会掉到总头去欺负嘅到总头，故说大家都会学大拳头，啊，学大拳头呢就顺带学大事，来知道俩东西多俩多见，也有一种。米干霜的传承。哦，哎呀，我在做俩双王做好将做韩王啊，将我讲啊，你双韩王先做凤刀啊。哦，各种面当俩平和先做。他讲你的诗哈，就是发个条哈，你可以无重用啊，要来还用布用各种的。书诶，用书诶，用人工硬做硬板诶，哦，系咪？唔记啊？哎哎，好多时几个地方系用，像你按铁按壳都唔得。哦，故说安尼嘅下眼安尼壳，你睇你喺客家石嘅特色吼。诶，客家石嘅特色咯，其实因为西方在像个石头啊，个面当是特别甜啊，软啊。天然啊，地方嘛，你还讲人做西方卖艺吃饭啊，啊，追发是西方，我所以讲西方追，按人传下了，客家是西方追，我要夹夹粉，我想。头摆也有用啊，手表啊那种嘛。有啊，因为手表，超手表，头摆手有，头摆布那有不一样搞布哎。你的衫啊，扣到留了布哦，留了做了垫了布，配不配？那又给你搞布哎。小白就物资还缺乏哦，没干农业时代该能学布啊。但终于那又好给你抓到东西搞了，去的靠了。
唔识蛋糕咧吼？系有啦。哦，唔识水果切脆啊？有。嘿，今日唐总团长讲，还当提到讲十月头冬咧，我有把八卦，还有讲顺风有七神，还有讲呀一片云一片雾，还有面风有头白风板，然后有冲什么就火焰安尼。啊，你八卦哦，你啊太气啦吼，生两仪啊，两仪生四象，四象啊生八卦，生八卦出来吼。走向是文，它叫一边是文文笔，下面物呢是那些葫芦，要往这些缝吧，墙石缝吧。啊，你啊呢，你啊是要不然干脆火焰日日向升啊。嗯，像我就因好奇，做嘛哩客家事，太地都会强势个。因为总团总给人来讲一只讲法，系讲，因为食诶系山诶下来个东西啊，哎，本来想讲错个，系太自然山诶下来个东西方面，哎，想嗯错个，食诶应该系滴非洲大草原面当个东西啊。就说因为你东方模式诶，就说呀对啦，食诶啊系一种想象。我想讲，嗯，其实山峰下来的，其实代表了山的啊，代表一种自然的力量。加上了石头面当有动作的象征，那种东西底度就有一种啊玄秘的感觉。就东昌又像是宗教，又唔是宗教，又像是神话，一下看唔清的东西啊。那条东西其实会本人的神话有。浓厚的香香老盆土。哎，好久不见，你怎么来了？来逛书店。是啊，是啊，你每次来都没有机会进来。我每次来都是对面唱歌。是啊，是啊，是啊。哎，来聊一下，坐一下，坐一下。罗浮帝都啊，从书店的帝都看得到，几啊台木匠用的材料，从奶啊，从风扇啊，从木凳的梁也有放过，就像你人匠用啊，不说几啊会太旧换新，但是呢，你就看得到这种。时间的蜜头就累积的地图，那种银行游戏就会猜到哇，又将会来到时光隧道。陆哥最近忙什么？最近就去每家书店跑一跑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好几家书店了，所以也就偶尔要去逛一逛啊，绕一绕这样子。那关西这里是第一家？对，这个已经开了五年，今年算是第六年。跟我介绍一下这家店吧，很特别，老房子。这个其实大部分来的人都会被这个老房子吸引，那个其实我觉得是缘分的，因为其实一开始没有要做书店，做我的个人工作室，然后后来就是我自己喜欢看书嘛，所以就把我家的书就拿来这边分享，那没想到这样误打误撞就变成哎，好像大家就因为这个交换书的事情来到这个书店。嗯，那为什么选在这个点啊？这里是石店子老街。其实因为我喜欢老房子，但是我没有机会，就从小到没有机会住这种老房子，因为我以前是在台北长大，所以算都市的小孩，那对这种乡老房子其实很有点向往，所以想说，有机会就住看看，所以也算是蛮幸运的，刚好就住到这空间，那还不错，所以就简单的整理一下，其实没有太多的改装什么的。
真的吗？ 对, 對，我自己住老房子，我都觉得老房子其实都要花一点时间心力。其实这个每次人家讲说，你如果还没看过他之前就改造前的照片，对，你会其实觉得好像很好呢。我其实我就做那个书柜，然后做灯。然后还有那个落地窗，它就做三个。本身结构什么都没有。对对对，它的墙壁跟屋顶什么地板基本上都没有。扫干净就好了。后来变成书店之后，卢哥，你说你现在好几家店就一直拓出去了。其实因为我觉得是说，这个书店在这个老街或在这个乡下扎根嘛，那慢慢的好像大家注意到这个小镇，我觉得我自己常常讲，就是让小镇被看见，因为大家都不觉得自己的家乡或自己的就是那种偏向有什么不一样或者什么特别，可是因为书店，他来到个书店，他一定会走一走逛一逛，他发现这个小镇好丰富哦，好多都生活的东西他们都没有机会看到，所以你会因为这家书店让这个小镇被看见，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开始有一些点可以去走了之后，就会有人进来，有人停留，对对对对，嗯，因为一家店毕竟还是比较单薄，那走完书店出去之后要去哪里？哎，这里有咖啡店可以喝一下，啊，那边可以什么逛一下。我觉得那个他就会增加，待个半天，甚至于他可以，这个好舒服的一个乡下，我想要住一个晚上，所以我们有提供一个住宿的服务，所以就很多可以满足现在客人的一些需求，所以慢慢喜欢来小镇的人就很多这样子。你要重新安尼行业新作，你看到东都不然个应该东熟悉的地方，但是呢接触到眼膜。我接触过一下就艺术家，我了摆当神奇的事情，迄本来上到头摆呢，有滴书风透过一张日本嘅民俗嘅复杂很多流田观览，也个就提出了一张观音很多哈鲁托克，就是晴晴天的晴，雨泻。谢料片代表的意思是日重生发给时间啊，这套就像有许多关系的片，去书店也好啊，去食堂也好啊，给是一种非常的生发的感受。虽然讲开食堂、开书店给是商业的行为，但是呢，这个片就有一种生发的味道，因为佮亲融入佮动体的生发地度。我说的暗内暗胎一段时间，两种暗藏时间的热床两个部分，那你是不是做得用很较优秀的一种美感加一批，就像翻开个家的家具，从这条东西就会本地啊90%的两种热床地度呢，会测到讲人是松松的，人是生发的一种优雅的一种环境地度。给那个10%嘛，就是哈鲁晴天的晴，两种诗，两种诗歌，就讲是一种是节庆的，它给就会非日常的，给到你从个神发是那个一种相对的一种观念，两种观念就讲它到神的领域做结尾也好啊，就像刘宝志大哥也给片给东西，就几张描绘的那种感受，非常闹热的，也是讲发电。也是讲大师，还有就内容了大部分，还出到讲，也是一种本人感受到初听人的90%是热从神法以外呢，还有10%的神法是有一种接近的一种气氛，那种东西呢，两片是有同好的一种平衡的法呢，人的神法会又有。肉的世界，有肉有骨头有血的世界，也有精神的世界，来找到两种平衡啊，是眼睛的神法地度而去期待的一种美感的平衡。刚走人叫行街
子乡，用一家结局彩灯求好，大金灯阿芳的阿姐，又迎迎到贵府的三处作店穷下，不见得头不自豪，阿姐的样子转来从的路边跳舞，把牙长出世界，天空就买落地，把牙长皮都用，天空就莫强强，把牙摇臂，天空太夜，把牙一条高，天空太湿多，咋地咋地吧地咋咋地，咋地吧地咋地咋地啦哒，咋啦比地啦。水都